历，就从出网开始一直到出网结束，经历2小时20分钟，最后把鱼运到冰场进行统一包装销售。挂上了。吸引人呢，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说，一是呢自己随便去抢，相中哪个拿哪个；二是呢就是这个渔网特别大，而且这一次一次在拽网这个过程中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就上鱼那感觉特别幸福，就特别收获满满那种感觉似的。辽代从盛中好地。